美丽的大凤女士，下午好，我是本店58号，我的艺名叫二宝。来，这个方向您先趴好，我先给您磕仨。顾客就是上帝，哎，这就是咱的服务态度，别听广告看疗效。至于咱的手法怎么样，哎，待会儿您就瞧好。这力度您行不？哎呀，赶紧的吧，按摩的嘴咋这么碎？我说美女啊，你这毛毛有点干，要不要办个咱们家金光闪闪 VIP 尊享柔顺护理套餐？上来就推项目，烦死了。哎，你看你看，这咋还急了？我可悄悄告诉您啊，你们村的那个阿树太太知道不？就是做这个项目把毛毛养那么漂亮的，她觉得好，还给她闺女欢欢小姐也办了呢。你整不？你整不？